我们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快来观众支持大家好！咱今仔又搁到了拜五，甲我郭安老师共同来切咱即地台湾的，即个讲，人家看作讲啊，咱啊台湾人讲哦，哦，足侪世界各国人来咱台湾看完了，讲哦，恁台湾人哦，啊，实在有影啊，捧着一碗迄落金碗，跍伫个路边在做乞食安尼哦。啊，咱即地乞食碗吼，都吴老师要甲咱啊。豆豆啊，切落金色色，啊，这落黄金就足有价值嘞。就是讲，咱这个台湾的语言呢，啊，伫个这个世界上来讲啊，咱台湾语言实在有影足优秀，遮尔优咯。无论你写诗也好，写文章也好，安尼吼，啊，甲咱台湾人的这个感情的迄个连接啦，根本都要讲用波头来写嘛，写袂落安尼啦。哦，啊，咱即马咱来讲，顶礼拜吼，咱讲着讲啊，这个啊一对翁仔某啊，为着要饲两个囝读册，吼，啊，着离乡背井，离开伊个老母，离开伊个狗啊，伊个迄落精神啊，过来着是讲含糖着甲伊离开吼，莫讲离开迄间啊古早厝安尼吼，啊，咱即马咱着来继续嘿。哦，咱讲台，咱这个节目是咧讲，节目是咧讲台语要安怎来写啦吼，台语的文化问题啦。啊，即下咱讲了这个文章内底吼，这唱歌啊是这文章内底吼。啊，咱顶日咧讲了一句讲话说，老牛只小鸡在下咧吼，小鸡在下咧吼。袂当砍伊个声。袂当砍来台北啦吼，那牛只个鸡在下咧吼。啊，为哦，有当时啊，吼。有当时啊嘛，哦，当时啊嘛，通甲在啊到内田啦吼，哦，这即摆咱要讲是要讲这个有当时啊吼，有当时啊，这有当时啊用中文来讲就是讲有时候啦吼，有时候可以帮忙，所以啊，所以这个帮忙阿才哥，帮忙他犁田。耕田啦，当然啦，即迄个牛会当比真卡会当做，毋是干那犁田一项尔，会当做足侪啦。耕田啦，咱即摆在讲即个有当时啊，即个问题啦，有当时啊要怎写吼？有当时啊要怎写？即个当吼，有当时啊即当，即当有人甲写当选的当啦吼，当选的当啦吼，有当时啊吼。啊！你有当时啊，跟有当时是无共啊，吼啊！当时啊，啊加这个当时，吼，咱台语有一个当时，嘿，某咪人啊，我来讲哦，嘿，是嘛？伫当时，当时吼，咱台语有一个，这个开始讲音无啥分啦吼，讲，迄当时那是哪个时候啊？啊！抵当时是什么时候啊？什么时候啊？啊！当时啊，就是有时候啊。啊！有当时啊，就有时候，不是什么时候？啊，不是那个时候。好，有当时啊，有时候。啊，这里当啊，这里当哪个写迄个当然的当点吼？有人写当然的当啦。啊，那写当然的当就变迄当时啦，变当时啊，那个时候，是变那个时候，唔是有的时候，哦，啊你去，而且你当里头吼，譬如讲，那有一里汤啊，有一里烤饼啦吼，那有一里汤用的吼，是真好啦。是这里这堂用真好啦吼，这里靠平，这里东西南北东啦吼。安尼佫足歪伊。然后这里堂用是真好哦。一直安怎？这里当里吼，台语这里当里，唔是干呐？拄则咱咧讲个有时候诶，迄个当时啦。这里当里咱台语，我那有一个讲话意思啦。对，讲话意思是讲，讲话意思是讲，咱两个吼。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你讲话。老东西两个规仔啊，坐伫竹头卡，叮叮当当。但是，咱即摆是讲，譬如有这字字，就真好用，啊若无咧，吼。这个字电脑敢拍会出？应该是无吼。所以通常啦吼，咱希望讲，罗马字用罗马字写，就是安尼，
哎，我们有当时呀，有当时呀，哦啊时呀，这个安尼就是三个字的代表嘛，当时呀是干那当的，干那当的啊，干那当的啊，啊时啊的后边接一个时呀，就当时呀，有当时呀，哦，安尼时候，哦，这是一个问题，啊，佫有一个问题哦，嗯，佫一个问题，这有当时呀，台语有时啊，唔是干那安尼讲的啊，哎对，台语有时啊佫有当时呀，嗯。有一地句啊，有当时啊，有当时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讲偶尔一次，嗯，啊，无是啥？有当时啊，无当时啊，嗯，有当时啊，无当时啊，有当时啊，无当时啊，讲你妈咧晓摆，有当时啊，无当时啊啦，吼，哦哦哦，啊，你听有无？哎，有，安尼听有，啊，你听有吼？哦，你卖你不要嚣张，嗯，摇摆无落叶的股，因为有的时候有，嗯，有这个有当时也是有钱了，嗯，有的时候，对啊，哪一天我有钱了，你就知道了，有当时啊，有当时啊就有钱，无当时啊就是没钱的时候，嗯，好，所以那用汉语来写的哈，嗯，这个有当时啊，跟这有当时啊，嗯，看起来完全同款。嗯，对不？嗯，对对对。你分未开啊？哎，其实咱尾啊，你讲的这个有当时啊，吼，有当时啊，好，这条，这有当时啊，这号是啥物呢？嗯，或者有当时啊，这号是或者偏义啦。哦哦。好。偏义。或者偏义啦。嗯。哦。偏义。较侪偏义所造成的，这个做名词啦。就是偏移情绪，偏移民俗了，对啦。嗯，就有当时也是一个民俗啦。嗯，唔是说讲有当时也是个有，当时啊，有时候，对对对，而且有当时也是一句话啊，嗯，一句偏移。嗯，哦，所以这个时阵你来别用汉语写哦，就真正一本书来都读唔对伊啦。对对对。等于讲有当时啊，你个啥子有当时啊？嗯。哦，就唔对呀。好。啊，意思就要像迄个北京语在讲，黄河。也有三日清，有时候也会清的意思。嗯，不是，不是，也有当时啊，中文是讲有时啊，嗯，有时，有时亦无时的。好好好，有时亦无时的哈。啊，咱有当时啊。你卖嚣张哦。嘿。有当时啊，我那当时啊，哦。哎，有当时啊，我那我那中奖哈。哎，我那中大乐透的，我刮刮乐那钓到200万，就请律师给你告，给你。对啊，有当时啊，有当时啊，无当时啊，哈。嗯。所以这个有当时啊，来用汉语写是有问题啦。嗯，好、哦，有啥？所以注定讲台语完全用汉语写的人对无？嗯，就是可能伊无考虑到遮去啦，无考虑到遮。你若考虑到遮去吼，你就会知影讲啊，无法度。同义字无法度。所以，所以有当时啊，转的迄个。所以有当时啊，上好就是用哪里做一字写起来啦。嗯，嗯。有当时啊，安尼，安尼说，比如讲，这是有当时啊，这是有当时啊啦，这有当时啊，这爱看较久嘞，因为较济哩，这是有当时啊，好，有当时，安尼变作一字偏义点吼，嗯，安尼一看就一目了然啦，嗯，就袂谈唔对的对啦，吼，这是一个台语的问题啦。因为台语，嗯，这不是干那结果了，就是讲语义要混淆啦。对啊，对啊。拄只迄个有当时啊，哈，哎，让帮阿才哥累惨了呢，嘿。对啊。是偶尔才操作，不是讲逐工在改抄安尼啦。对啊。哦，安尼就伊就语别就分开啊。对啦。嗯。哦，啊，过来吼，哎，即阵吼，嗯，啊，甲即阵啦。嗯，即阵。即阵甲即阵。啊，袂当讲即阵吼。好，唔是用一丁，一尊，哦，一尊好，嗯，啊个一丁，哈，啊，就这个现代流行的台语文来在这里尊个丁吼，拢用讲迄字汉字啦，嗯，用讲迄字丁啦，吼，嗯，啊是讲啊尊尊都个做做白话读就好啊，嗯，读是会使啊，写会使啦，但是意思，佫无讲起啊，无讲起啦，唔袂干安尼俩，你对台语有害。嗯，有第一句话就是讲，因为只要你结婚去，只要你结婚去吼，第一也是只要你结婚去对吼，嗯，变讲这里
后摆的人可能会转变讲一阵雨，我那讲一阵雨啦。哦，好好好。因为你本身就是阵啦。对，但是那讲一阵雨，迄就是予北京语扭去啦。北京语就讲有下了一阵雨嘛。对啊，啊，就是讲吼，台语的问题就爱用台语做基础来想。对。哦，加。北京吃大，北京伊就看那干啦，因的迄落描写就是讲一阵大雨，一阵小雨，一阵毛毛雨，拢一阵嘛，对无？啊，无同款。所以这一只台语要写的时候，台语爱消化有台语本身的迄个区别造出来，才有法度的对啦吼。啊，过来哦，来，地破，跟你讲地嘞吼，讲地嘞啊，这是地吼，这是地啊，相当麻烦啦，这地相当麻烦，地吼，北京是无这个地这里里啦，北京叫压吧，压嘛，压着，压着，地掉的，吼，压着的地嘞啊吼，啊你等于讲讲压的。啊，甲地咧，伊无共。啊，毋过咱迄个地吼，你个小弟小妹就强要比你较悬啊，迄若跋倒，甲你地咧爬袂起来。对啊。啊，无就讲啊，你新咸菜啊，去摸一粒大石头，甲伊地咧。对。哈。吼，迄地袂晓我甲伊压袂。迄地咧，北京嘛是压是吧？北京就无地啊。嗯嗯，对啦。北京就无地啦。伊就敢若一个字，敢若讲就一阵雨甲。甲一阵雨，迄个阵就对了对了。啊，所以台语这个地啊，其实是以北京语的口语来讲是有理啦。但是因为咱拢甲这北京语误解，比如讲，讲今仔日股票，跌下来，跌啊，跌停板的跌啊，跌就是跌啦。哦哦，被压下来了。压下来了，就这个跌。哦，所以把咧白鸡较好诶，迄落绩优股，甲你你咧买诶，迄甲你安尼压下来，跌下来了，啊，这个跌落来吼，跌落来，其实就是跌下来这里利啦。不过就是因为北京这跌下来，咱常常解释讲吼，就落落来啦。对啦，讲股票跌，跌价了，嘿，股票落，所以这里跌落来吼，吼，转咧。哦。就安尼无法度去连接起来，无法度用到讲股票落价啊，股票落来啊，就无法度讲即个地无法度连接起来啦。啊，所以因为安尼点吼，啊，无咱就用罗马字，就是用罗马字。啊，地罗马字是真好写咯。啊，就唔免安尼遐费气。啊。地啊。地。地罗马字是好写，好。啊，这个地就是运用伫个地的地啊，就是地咧个地咧啊，把它压着个地。啊，跋倒，啊，矮个男比迄个矮，迄个，互人矮个比矮个较大长，啊，家一个跋倒，家地掉个。个地咧啊，个地吼。啊，过来吼。哎，实在讲，说你昨昏你有提起一个叫喷啦，对啦，嘿啦，喷啦吼，喷啦，应该是吞啦，不是吞啦，喷，吞，嘿，哎，喷啦吼，吞是原来有话啦，嘿，吞吼，吞是那，那么讲哈字，吞是有字啦，有字，但是就是足偏的字吼。哦，我种一挂汉字哦，啊，伫个山顶好汉。哦，迄个山猪吼，吞，迄是吞，该吞甲安尼，吞甲喷，吞，吼，吞啊，嗯，啊，吞甲喷无同啊，嗯，你是讲吞还是讲喷？伊是讲喷啦，吞，伊，就是予山猪放一丁山猪来遮，甲咱吞大，对啊，吞啊，吞，甲个讲汉字是有字啦，吼。汉字是有，吞，汉字是有字啦，吞，有字啦吼，一字靠字，还佫一字，靠字这个吞是食的意思啊，吞吞的，紧吞啊，
跟吞一包多话，吞食落去啦。啊，吞嘞。啊，啊，即摆这个吞，这个吞是用卡，甲。甲立甲迄落一块，迄落一块番薯园啊啊，足侪只山猪走入来，甲伊吞甲。乌白刀，乌白刀就吞啦。切甲安尼拢无好。这个不管是有利啦，啊，但这个利有时啊，咱把它嫌讲吼，就是偏利啦。嗯，因为中文都无咧用到啊，咱提出来嘛，不要读啦，吼。不要读，啊，那不如讲，嗯，啊，无咱就讲那个用罗马尼，嗯，吼，啊，罗马尼这个吞，吼，吞，吼，吞。嗯。嗯。好。吞。嗯。吞。啊，像讲这吞哦，啊，我一个无采过安尼一个仔，那仔吼，安尼嫁去人家安尼，吞大，互人吞大，啊，无共无共疼惜啊，家己安尼吞大，吞大甲变唔正人气安尼。吞大，哎，吞，吞咯，啊，这个喷咯，这个嘛吞，两字拢吞啦。哦，吞咯，啊，那喷呢？啊，即摆就是在你咧讲是讲喷啦，啊，喷。哎，把人家喷哈，啊，就山地就底下呢，安尼。啊，喷喷喷是只走来走去，也是喷啦。搁长嘴讲啊，搁底下咧搞迄个旱季园安尼，啊，食啊立安尼。喷点吼，喷我写书店头，嗯，是有用一字啦。嗯。哦。嗯。哦，我头下叫是讲用这个喷火的迄个喷，迄个是喷，哦，啊，这个是喷，嗯，喷，啊，咱即马讲起了哦，这个是喷，嗯，好，这个是喷，嗯，就是这个迄个喷火的喷的边啊，搁加一个羽毛的羽，羽毛的羽啊，啊，咱即马讲哦，这个喷哈，嗯，专门系统电脑拍出来，哦，电脑拍出来，嗯，不过这个。真古怪的，就是讲这个 CD 电听吼，像这个字的咱的中文系统，甲收你，唔知是收什么意思？这里根本都无多用。你是空气里电，输海无，输海也无出来哦。空气里电有这里，有这里一个啦，主讲飞猫飞的迄个状态的，对吧？羽毛在飞的状态，在飞。刚才做完了两年，阿无主攻味道出来，下面就根本就是中文拢无去用掉。可能你家己也唔捌啦，写字典的人。无得写字典啦，唔捌咯，都有这个字。不过这个字的迄个翻切一下，笔本，笔本切啦。嗯。笔本切啦。嗯。笔本切的。笔本切什么意思？笔本切的笔本喷啊，就对啊。哦，注意没意思哈。嘿，你是有对呀，音是有对呀。嗯。啊，意义嘛，小可有对呀。伊讲，你背的迄个状态啊。嗯。啊，喷就是喷你个美国啊。嗯。喷你个日本啊。连咪个喷过来，连咪喷过去安尼。嘿嘛，唔是讲唔对啦，问题是这里你根本就是要。足少人在用。你偏啊，到卡层后去对啦。嗯嗯嗯。哦。嗯。啊！大伊的这个喷点哦，是唔是为这里来啦？敢有可能为这里来？大伊就喷，无可能啦，无可能，因为这个伫中国所有古典拢总无看到，找无，他有法度走为大伊来，无法度。啊，我是有一个想法啦。大伊这个喷吼，应该是这个为琵琶组的迄个台湾的迄个讲话，阮讲话叫国有艺团落来啦。因为咱知影讲这个啊，印尼语吼，印尼话马来语啦吼，马来语有一句喷，马来语有喷，有喷，吼喷，伊这喷马来语是用遐，等于讲也是啦，还是加强语啦，吼，还是讲什么的，等于讲用不了那个什么什么很。好的很，好的很，啊，什么也很，是等于迄个叫做喷，喷，啊，可能这个喷的吼，是台语内底就是衍生衍生啦吼，固定造出来一个意义就对啦，因为伊变成一个讲什么什么很，就是迄个极吼，上迄落的，上极端呢，会表现的对啦，所以台语变成台语的说，台语都有造啊，
喷啊喷啊肿啊。啊，那个人民都喷的，唔知为对起啊。看到我牙齿啊，伊都唔知喷的对起啊。对啊，肿啊。好。照干那背啊！对啊，变成迄个极端的动作会表现出来。嗯，我在我咧想是讲，等于这个喷吼，有可能是为家来成分较侪啦。嗯，啊，其实用这个写嘛会使啊。哦，讲我着种一区番薯，啊，结果一丁山地来甲喷到，啊，都起出去啊，起出去安尼，伊足欢喜的讲，哦，唔捌看到遮侪幼咪咪的这个番薯叶啊，内底嚼开个。還有番薯這樣噴過來噴過去這樣，對啊，這就蠻好，所以寫用羅萬里是比羅萬里這個一位兩位三位四位五位而已，那個漢字那個噴字我算是19位的，哦，19位的，哦，所以不用用那麼那麼費氣的字啦，對啦，越簡就越好啦，但是要勉強找不是一定找不到啦，就是你寫出來人家不懂喔，啊不要他也沒辦法，无，你安尼讲啊，你的一个朋友，你的好朋友听到会足袂爽的。我拢专门在找迄落空语字典内底，迄落互人看无的字写落，讲啊，你哪会遐含万袂晓看这落字？唔是啊，无法度啊，你看有别人看无嘛是无法度。哦，咱袂用讲伊家己做标准呐，啊，伊家己做标准，代志就无法度讲。大多数的人看无，就是迄落啊。啊，过来，遮有一句讲好，我来叫阿兄。嘿，我来叫阿兄。啊，那北京话就讲好啊，那我去叫哥哥。对。啊，咱讲来，我来叫阿兄。无台语，即马台语台湾的北京语讲我来叫哥哥啊。啊，我来叫阿兄，我来叫哥哥。应该过去拢讲诶，我去叫哥哥。我去叫哥哥啦。对。诶，我去叫哥哥。过来啊！对啊，所以我来叫阿兄。所以台语讲这个我来叫阿兄，这个来，来的台语是去呢，不是来啊。对啊，是去哦。对，我来台北。啊，对，我来台北，我未来，我未来去台北哈，未去台北，是去啊，去啊，对，这里来哈，这里来去，这里来哈，咱包几百，是六多亿。啊，是咱上平埔族的时代，都咧用的台语就对啦。迄即嘛一般人拢甲写作来啦吼。甚至即学院的教育部的迄个建议啊，台语的哩建议嘛，讲建议讲爱写作来咧。迄是唔对哦，唔对哦。有个人家写迄落来，敢那用安尼吼，是唔是安尼？对啦，有人。写迄是勉强，是讲这字要甲迄个来的分别去就对啦。佮佮倒一个徛人要甲分别啦。哎，这字嘛是来啊，来往啊，啊来往，来往来嘛是来佮去啊，这字嘛是来，一点无差。但是事实台语的来是去呢，唔是来啊。对，拄拄啊，一语多换去。我去叫哥哥。哎，拄啊，一语多换去吼。这咱来注意，所以一只这字你确实这字是无适当啊，还你当下。对，啊，咱罗马字来写。嗯，你看安尼话简单嘞，那你写落去顺顺，啊，就是我写就写个不清。来，好，来。哎，我来叫阿兄。对，我来叫阿兄。好，就简单嘞啦，吼。要对，我要来台北。我要来台北，我要去台北，哦，不是我要来台北。我来台北。要来，要对，要来台北。嗯。好，安尼啊，咱即马暂且休一下，等下，然后你再去倒转来吼。